是啥？哦。双语没想到，两次没想到我会玩吗、啊？我还有人知道我，还有人不知道我会玩光遇。我先图还没跑啊，想说先跑一跑再来。热辣，哎，别说了，说起来就难过。哎、欸，没有。想看陈烨在这里，啊，送过了。羡慕这蜡烛，你先别说羡慕，你有没有跑图跑得很干净？那再来是，你有没有每个礼拜都有课？Hello，其实很多人真的没上线了啦。有时候就是觉得光遇已经没什么，我想跑图跑腻了吗？啊，或是游戏就差不多了，朋友一个接着一个没上，然后就陆续都退坑了。我都没人一起跑图，我现在也都一个人了啊。我已经一个人跑图跑4个月了吧？之前还有啊，之前就是当充电宝在跟人家跑图，可是现在没办法。现在时间搭不上，再加上，司机已经半坑了，他还成业。你是国服的，在雨林挂机突然看见直播，我原本也在挂，我昨天呐、啊，昨天开台就在挂雨林，看利恩，每一次都一定会给我爱心。然后陈也是，然后看蚊子也还在，哎嗨蚊子，这个墨就是那个我的小片师啊，这是最近工作都没有剪片了。那秦夕也是，秦夕、欧弟他们也很会跑。然后狐狸就那个啊，那个狐狸 OU 哦。然后有一次我很好笑，我说我在直播光遇的时候，
这个南瓜他就说：“那我要离开吗？”我说：“不，你继续玩你的，不要理我，很怕吵到我。我玩光遇没有方向感，不用啊，哪需要啊？光遇就只是打扮游戏，打扮石头的游戏，很小，免费的拿。感谢加藤优一的技术。”你青雄兽打完啊？你下一次打了没？我想一下哦，今天的任务，昨天刷新跑已经串到教主在挂机，比较需要记地图，对啊，抱抱，我靠腰，跟我抱抱啦。耶、yeah ，好了好了，我想一下哦，今天任务是哪里？重新体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蜡烛是超标？云野助脑，等一下哦。啦，一位先祖素描二十根蜡烛，再破了。你要跟我抱抱，干你来玩光遇啊！好啦，开始我们每天的跑图之旅。首先，今天的任务是找樱花树，这里。你好想蹭图，我也不是很会跑啊，我只是把左边加倍的蜡跑完就没跑了、啊。你好想带着我跑图，没关系啦。最近都没在跑蜡，超少的，没办法，因为有个坚持在吧。好了，加一个点蜡烛，嘿咻。我去看一下今天任务在哪里。光遇，到我从跑灰蜡变成跑完十五根蜡，我现在也是啊。之前怎么讲？哎、欸，那个啥，过年那时候有个龙蜡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可以就是吃馒头，再加海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到二十灰了，到灰啦，可以从上面飞，不用钻云层。我刚刚有没有说过，我跑去看一下今天任务在哪里？我刚刚是切窗，先生。我什么季节开始玩的？重组季中的时候开始玩，然后那时候距离毕业还差，好像40根蜡吧，所以那时候刻了，然后那时候刻了三包那个季蜡的包。因为现在是 Switch 玩哦，所以跑的会很卡，很 K 啦，也不能卡。
我魔法蜡开始都没有上一千，就是你要知道，这就是粉丝的力量。我当时你可以看我的爱心，我那时候爱心很多是不是互行的，是跟粉丝勒索来的。那时候怎么讲？我刚玩光遇的时候嘛，那时候其实不想要加好友，我想说就一个人慢慢开心的玩。我发现没办法欸，你一个人玩就注定说你没办法跟你没办法有很多的爱心。那爱心怎么来？爱心就是要跟别人陌生人，就别人交换来的东西。所以导师就是说，好啦，开始开放加好友，就加了好友说，本来想说要互信对不对？结果他们全部都送爱心过来，导致说我蜡烛第一天是零。加完好友第一天蜡烛是零，我还欠很多人的蜡烛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们给的蜡烛我可能没办法还哦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有拍，我说我蜡烛是零，他们就说没关系，当做抖内什么之类的。所以当时短短一个礼拜吧，我的爱心就来到了300。你用 Switch 变智障，我也是变智障啊，所以我就说我跑得很呛啊。有时候想跳，结果按到了脚。当初加好友是不是需要会员？你连线就是需要啊。啊，好友？哦，你是说加我这个好友吗？不用啊。我那时候是 po 在我的 FB 上，然后就一大堆说啊，把教主玩光遇耶，然后就陆续跑来玩。小妞跑过来了。啊，小妞救我！小妞救我，竟然是送这个的。按这个人好了，拜拜。光遇讨厌就是遇到那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走这个任务嘛，就互送任务，结果他跑来蹭一下就跑掉了。我们解慢一点好了，就看那个人要不要回来。你看，这就是护送任务。我们从 A 点到 B 点到 C 点。啊，这个小妞也是因为玩光遇之后也跑来玩的。是啦，结果我要点不到，感谢。没钱抖内能送爱心当然塞爆，对啊。但是又觉得说他们给了一大堆爱心，没办法回报到，又觉得很难过。我跑到蹭了不赢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干。卡住了！不是我任务完成了哦，完成了。嗯，这位子赫就是之前在聊天室说，可以什么每天送爱心给我，我说哦，好吧，有免费爱心加一下好了，然后继续跑。赫洛伊安安 ，Hello Hello。
不是画质很漂亮吗？你想一下，这是手机游戏耶。可以每天送真的很猛，最近花费超大超绝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也跟利恩说，不够真的不要给了，说没事，小事而已。我想说他不够，他应该是直接克拉，他没有再缺的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从他玩这款游戏到现在，他对他送我的爱心从来没有那个停过。发现这游戏可以飞来飞去才下载。我当时玩这款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抱抱，可以牵手，那这种就很可爱啊！手牵手在那边逛街、跑地图，又不像很多游戏类似组队，就是跟在后面。然后小妞你还没跑。光遇，对啊 ，Switch 哦，很难玩哦。啊，这位优聊天室这位优花就是，前几天说的那个，跟我一起玩，一起从新手变成，也不是老手啦。他那时候好像才一个礼拜吧，就很会跑图了，很强明明都是菜逼吧。他却很会跑，啊，像我，当初是因为有超度仙主可以才玩。超度仙主？什么超度仙主？有遇到很会弹怨气的吗？有啊，一大堆，而且最近光遇常常遇到都是弹那个雷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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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来，我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前面都有人引路。每次在挂机就一大堆，那边隔壁弹那个雷梦。我都把声音关到很小声，所以那时候就有讲啊，光遇其实就有几种人嘛，很特别会跑，特别会弹乐器，然后什么，特别会遛龙，啊，我就是那种特别会当行电冲的那个。你现在是蜡烛大户了，不是你要想一下以前跟你跑，我们都是跑满20根蜡的人。然后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螃蟹啊，它会撞人。你看红红的，它会想要撞人。这个游戏唯二会攻击玩家的生物，为什么说唯二嘞？还另外一个生物会撞人。但撞掉之后，你身上，因为看到我最上面有个很像，那叫什么东西？又给我想，一条一条黄黄的，那是我们的翅膀。我现在有10根翅膀，然后每次翅膀加一的条件是，比如说你第一根翅膀要有，一个东西，一个是什么？能量吗？啊，我们都说翅膀那个翼，然后要累积到多少才能加一，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是已经到148个，然后如果150的话，我就有11个翅膀。我其实可以了啦，只是我懒得去跑，懒得去收集，想说10根就够了。现在很佛系在玩。
红石鱼，我说生物哎、欸，我刚刚是有说生物，我干嘛说生物？好了，我觉得这边很眼熟，就是上次来吃那个海胆的地方，可是现在海胆是一点才有，所以回家。石头也可能是生物啊，也是啦。毕竟我们就是个石头。那你这个没找到？我现在地图的光翼都没有。哎、欸，还是蚊子，你带我去捡一下那个在哪里？那个星末的，你知道星末的两个在哪里吗？我就差两个。想说那就带我去捡西莫德。你是紫鹤吧？我是说蚊子哎、欸，你要带我去西莫？你知道？好啊，那你带我去。西莫三个哦、喔，哦哦哦，没关系，那个谁紫鹤带我去。你看。其实小王子记我根本就没在玩诶、欸，那时候小王子记是优花超爱，然后就是每次跑这边的时候都陪他跑，而且有时候都碰到刚好开台或是剪片，就觉得每次断手我都把音量开到最大，只要手断掉他就是在我旁边扒我，然后导致就是我们有时候跑一张跑图大概两小时左右就跑完嘛，然后他每次等我等一等，等到大概都要快三小时才跑完。所以觉得有时候又很对不起他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把跑图时间就是空出来，我就是影片先暂停，就是剪片先暂停嘛，然后先花点时间跑图，然后跑完图之后再开始剪片。不会啦，你不会啊，我会啊，我会在意啊。哎，这到底怎么飞啊？我知道是按上上嘛，上上就是可以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。有没有看到有东西跑到身体里面了，然后现在变成 149， 下一集150，有没有？就我达到150的话会变成11。你有点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感谢狼月的会员。欸，狼月，如果你有想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，里面目前蛮多猎友的，如果有需要人家带你或是帮忙猎，可以来群组找一下。这个狼月是隔壁影月台的，算大干爹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就是因为每次看到都是狼月在丢钱的、啊，狼月啊，一万啊，雅思还有谁？嗯，想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反正。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，只要听到云月二，马上就是哈，云月二了，就一个冲动。来看啊，就这样，我进化啦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好妖。我需要有人带。干，你等级比我高哎、欸！昨天开台前看你180级等哎、欸。你是不是也想要有人这样子那样子？你说就算我没有喊肚子饿也有钱吗？当然啦、啊、谁不想，只是我也讲啊，应该不是我啦，就我们也都是坚持就是量力而为啊，就是你今天不要影响到你生活，然后你不要钱不够用。这是 Switch 哦，真的假的？感谢小叶的会员，没问题啊，你是说给我没问题，还是你生活没问题？你要讲清楚哎、欸。少买一杯奶茶，哎、欸，少买一杯奶茶差很多，哎、欸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谢谢。然后你看，就这样子进化了。叮，这样子，我
我从十个，我就是说我可以按十，应该说我可以多飞十下这样子。然后这个送他一个飞吻。我昨天被 Switch 那边的猎人拖住当工具人，有，我昨天有在看，手机过热中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感谢。好，我们下一站雨林。虽然只能用绿界哦，多飞十下外挂。嗨，讲错，我可以飞十下啊，好不好？然后给你们看翅膀的差别，就比如说给不知道的人这个，我去换，我去改成晚上，换好亮。对啊，就是都要换到满呐、啊。好了，晚上，哎、欸，有花，我都会强暴他。我是说抱抱，有花来抱抱，抱抱抱抱。你看，可爱。你要带我跑图吗？你要带我跑雨林吗？我今天还没跑。你要的话，我去换衣服。不是啦，不是我要跑啦，你要跑吗？不是我带啦，我带很呛，白痴。等一下哦、喔，给你们看，这个就是你看背后这个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个实心的菱形跟一个外围的菱形，然后我最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四个角的菱形吗？那是第11个翅膀的样子。那如果是10个翅膀，就是有外面轮廓的。那如果是各位那就1到5的话，就是中间实心的；6到10是外面的。那第11开始就是有那个菱角。哎、欸，利恩呢、欸？利恩上线了，你要不要带我？画面可能会有点卡，那个体谅一下。就是，毕竟这游戏其实很吃效能，你用手机玩很容易过烫，所以我现在就是，我看我 Switch 有点烫，还好，就是我没办法太热的时候玩。啊，优化这位是利恩啊，就是说过了给爱心的那一位。那你今天不用开车哦？看有司机带，真好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优花你们在上班。那时候优花疯到什么程度？他疯到上班都在玩光遇，就算主管在也是一样。没有，每次都在送货。每次看到你都是在送货啊。然后我曾经带这张地图，因为这张地图会下雨。然后我们的角色就是他的故事背景就是算怕水吧，不会游泳还是什么，毕竟是石头。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飞不起来，然后雨水又淋在我身上，导致我那个翅膀越来越少。因为淋到雨的话，那个上面的翅膀会慢慢减少，就差点就是死在雨下。嗨，夏西，
手机变暖暖包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就说，哎、欸，冬天打开光遇很爽哎、欸，暖暖包哎、欸。啊，断线啦，断线啦，被丢包啦。优化欠一下我很难，画面有点难控。光遇好玩吗？嗨米娅，光遇很吃群众，就像还是跟你跑哦。好啦，那你牵我，你牵我好了，你牵我好了。可是我只跑，我只会跑到隐藏图就不跑了哦。再生的我就不跑了、欸，因为我现在只跑完加倍辣就没了。你用手机看直播是想跟着转视角了，哎，不要看，用听的。你要解释一下这游戏在玩什么？它不像一般那种线上游戏是那种练级的游戏，它比较像是那种，它比较像是偏有点经营，也不是经营啊，就是养成型吗？怎么说？你之前是有想玩？这是什么平台？有 Switch， 有手机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氪金的话，不要用那个苹果，你会哭出来。对，这算是社交游戏。它其实里面可以不用文字，它会有一些动作，然后一些鬼东西。就像你看，我现在可以狂叫，然后有一些表情动作在这里，它都是要靠里面摸索，慢慢去解锁。然后我是说，手机可以玩，但是如果你要氪金的话，因为那个谁，苹果手机不是都会有超贵的手续费吗？那再来是，记得之前不是有个知名男 V， 然后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爆发说，这个游戏诈服事件吗？其实我很想讲一件事情，我真的很想讲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位 V， 他平时观众好有到4000好了，可是。4000人让一个伺服器炸掉，我觉得是很难呢。那再来一件事情是，4000个人有多少人会去安装或是有在玩这款游戏的，对不对？我在想，那时候真的只是刚好碰到那个伺服器刚好炸掉而已。说的也是，对啊。那再来就是这款游戏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不太一样？就是你可以打扮出你喜欢的样子，你也可以扮得很那个角色扮得很高很高，那你也可以把自己捏得跟这样小小子一样可爱可爱的。而且如果你要玩的话，要趁现在哦，因为我现在这个发型是，到几号？13号还是几号？反正现在这个头叫做樱花头，它就是双马尾嘛，然后就是辫子上面有樱花的样子。
你会注意到我跟右边那个叫优花的发型不太一样，他的发型是麻花，啊，我是双马尾。我花之日到11号，哦，好吧。提醒了我花之日还没换斗篷。你看，其实，米娅，我说一下哦，这款游戏，我那时候说会吃群众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找了几个人来玩，可是就有几个搞不懂这游戏在干嘛，觉得还好，但是就是有几个就觉得说这游戏就很好玩啊，因为就是都在互动，然后有事没事上来打屁哈拉一下，然后才会这游戏之后被归类在那个社交然后养老游戏。哦，还有对我们之后的表演季有个很棒的东西，他的一个发型是我那时候期待很久，然后是换另外一个样式出来，他头上有两根很像兔儿的羽毛。去年没换樱花头，现在又没辣，他每次都很鸡掰，是活动出的活动都会在复刻前几天出，有导致你复刻换完了，又活动没得换，不然就是活动哎、欸、复刻换完活动没得换，也是要氪金的问题吗？好看的东西需要氪金啊。哦，我之后就是要常驻白宵了。我啊，然后如果你用 Switch 玩这款游戏的话，它有那个林克头可以买。他可以买林克的头，下一季会氪机票，所以我下一季要跟别人讨机票，因为那时候买给他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给我钱，我说没关系，那你就送给我一张机票就好。我昨天是因为我昨天在干嘛？昨天开到四点嘛，然后又在跟。酷窝的在猎龙，猎到六点，就我只挂了雨林的那个雨林的挂机点，我只有挂在那边。我想说，好了，不然早上开个台来跑图好了。请问大课长还要第一天毕业吗？不要，第一天毕业太恐怖了。然后米娅讲一下什么叫做第一天毕业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雀魂。雀魂其实就是，如果你每天打满活动的话，后面会比如说送一只保底角色这样子。如果你想要更快一点点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氪那个每个月的魂票那个。然后，或是你也可以氪票，再加上第一天就是把那只角色抽到保底那种感觉。我有睡饱吗？有啊，我睡到九点。我几点啊？两点半睡到九点。我也需要找人买机票，我都是用心换，结果原本卖家要退坑了，哈。六点到九点啊。是昨天猎龙猎到六点，也不是说活动都卡到复刻，主要是复刻两个礼拜来一次，活动员最少两个礼拜，也是啦。嗯，我对我刚刚的言论感到抱歉。欸，下一次地球日是几月几号？地球日的海龟那个文披风跟头是不是一起买的？还是可以只买？那个啊，头饰啊，像这边的图我就不会跑了，这边我觉得太长了，就是蜡烛跟蜡烛之间太远了，我就不会想要跑这边了。而且其实就是吃一次海胆，然后吃满那个。馒头或挂机点的火之后，
其实就是15个加贝拉就结束了。地球日还没出来哦。好吧，上次地球日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地球日刚好是去年的那个啦，重组季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想说啊，有披风欸，要不要买？要不要买？在最后一天结果买了，两人或遁地才能来哦。好吧，早安，我好多啦，还好啦，都是，A 来的。海龟不是头饰吧？海龟在其他，对啊，海龟它是头，欸，它是算什么？它算脖子啊？对不起，它是算脖子吗？因为它原本是在头上啊，就改在那个围巾的位置，不是吗？我们跑到吃完海胆，大概1:15吧，后面再换游戏。反正就是你每天的行程就是要跑图、跑图、跑图。不是有一张图梗图是一个人走那个吗？壁咚一个大时钟啊，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那个有没有？然后就光遇的人改成跑图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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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图这样子。那现在在示范如何遁地，但是这个我已经忘记怎么遁了。然后就这款游戏 bug 很多，但是就是因为 bug 让这游戏变得就分两派啦，有些人不喜欢用 bug 玩，有些人就是中规中矩的玩。那有些人会用类似这种那个遁地啊还是什么的在跑。再开台啦。好。好。好。哦对耶，狐狸背饰，然后波肩膀海龟，头上兔子。啊，头上也可以放牛啊。对吧，啊？就是，你用 bug 的话，你可以加快就是跑完图的速度，就像刚刚的遁地嘛那些东西。如果你没遁地的话，你可能要多绕一圈；那你遁地的话，就是切西瓜。Switch 他每次我要瞄准要烧的地方的时候都点到好友，好烦哦。都爱 cos 猫猫，啊不就是那个吗？表演技的东西。还是我之后每次白天无聊就开光遇来玩啊。你都直接按萤幕，我就讲了，我们这个是截取盒，我不可能把那个 Switch 抽起来，我抽起来的话你们就没画面了，你懂意思吗？我如果把画面抽起来直接戳的话，你就看不到画面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就只能用那个摇杆在玩。梦想记害羞有才复刻的话，繁星会换兔兔面具吗？对，你知道吗？
我从去年十月就一直期待兔子面具会复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，我要怎么断掉？断掉优化的手，又是利恩啊，干！我也喜欢兔子面具，我那时候一直以为狐狸面具是兔子面具，就当他们跟我讲说，欸，其实那是狐狸面具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是对那个狐狸面具就都说，哦，好像也还好，欸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贴那个兔子面具的图给我的时候，啊，兔子好可爱，而且我那时候说了，如果兔子面具出来的话，我要把自己又赌回矮子的身高，因为我现在是一号身高嘛。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12、13的身高游走，然后如果兔子出来的话，我就想要赌到大概10到12吧，就矮矮的啊，就戴兔子面具。不用放手，这里可以自己烧就可以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想做事好吗？我怕人家在上班。不过 Switch 有一个重要资讯，在氪金拿到的蜡烛不能共用，氪在哪里就在哪里，但礼包物品可以共用。哦，对，这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会不想要氪，把第一天氪到毕业啊。如果第一天氪到毕业的话，因为那是季节蜡烛，如果在 Switch 氪的话会在哪里啊？哎，好像没差哎，因为。反正我季节蜡烛就是要拿去花在那个嘛，毕业上。明年新年啊，对耶，明年是兔年呢，哦，好期待哦。我不会再磕到第一天毕业了啦。太贵了，反正季节蜡多还可以变成白蜡。对啦，你要想，欸，今天不是不毕业的问题，今天是没有钱毕业啊，重补修的钱。所以这一次那个谁，这一季毕业的时候，这一季结束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拿到138根蜡烛。这样看真的好多人玩，其实真的很多人玩啊，欸，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，你不要那个，我那时候那个开台有讲嘛，我说，欸，你不要小看光遇哦，你不要觉得他真的好像没什么人玩，他其实超多人在玩的。而且我那时候也说，光遇里面十个角色9个女生，欸，你看这边现在3个人，就我跟利恩是男的。虽然这比例很奇怪啦，但是你看我那个星盘里面，有2/3以上都是女的，对啊，所以每次看到一些光遇的那个社群在征友的时候，我都在看说什么什么生理跟心理是什么啊，光子是男生，光子是男生，但心理那个心理是女生这样子。毕业没问题，刚还有妞妞，对啊，然后谁？紫鹤好像也是女生，刚带我拿那个翅膀的。对，你看现在决定就是在，我们现在是 1.5 倍的钱，我们现在缺什么？就是花心富二代，我每次都要再讲一次。今天那个软饭王吧，对，你可能可以养他，但是你可能养不起他。啊，万一他不是一个月吃你4-5万块哦，他是一个礼拜就吃了你4-5万块，你真的也养不起啊。今天其实那个什么专情软饭王跟花心富二代的话，
我觉得应该要有个东西是，比如说 PS 软饭王一个月就要吃掉你4-5万以上的钱，你懂吗？今天因为你要跟富二代做个那个对比嘛，你看人家今天是钱很多很多，多到你花不完，但是心不在你这。那另外一个应该是要吃你很多很多钱，但对你很专情，你懂吗？应该是要这样子。你男的哦，靠腰哦。好啦，自从上班后很少开光遇了，没事啦。反正我看到，我现在也是看到我星盘上面，如果有人灰的话，就点亮他而已啊。对啊，就生理是女的，光色是男的。我哪每次看到什么真 CP， 哎，敌人断手。那这边我就真的烧的会很卡。我那个怎么讲？对啊，其实你要想一下那个软饭王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单纯就是说什么晚餐你出，然后东西你出这样子，应该要有一个设定是，他今天就是会把你吃到垮。你懂吗？今天不只是什么哦，每餐的钱加起来就200-300，然后就这样子的话，谁不是选那个啊？软饭王。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考虑到说，既然是吃我的，然后软饭王的话，我是想说，就是会吃垮我。今年最后一个季节确定联动吗？也是到时候再说咯。所以啊，我才会选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选小雨。我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就是想一样的事情嘛，就是原家养就好啦。没有，今天前提是你真的要养得起人嘛。但重点今天是我们已经养不起人了，懂吗？今天你没办法给对方幸福，那不就从别人那边拿到属于你的幸福，对吧？好，拜拜。我也舍不得拉黑啊，我都想在 FB 上面 po 说，如果你们啊，我还遇到两个好像是已经换掉账号，账号转那个了，转移了。我本来想 po 个文说，有账号转移或是确定再也不会上的，请麻烦拉黑我。我想要打这种话，因为我又不想要拉黑别人，但是不拉黑又觉得有时候星盘爆炸啊，有些人可能有送我火还是什么的。我又不知道，来再报一个。坏啦，女人。这问题太多 bug 了。对啊，就跟那个啊，1.5倍的钱跟那个送修一个礼拜后才来。其实主要的 bug 原因就是。他们没有一个确实的一个平衡点啊。好，回去看直播，好轻。一凡在哪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对啊，你看像那个一凡，就是我以为我是碰到 bug， 就是我有送他火，但是他没有收到。导致说他都没有回我，所以那天才在直播上面明确的问他：“你有收到火吗？”他还大拉说：“有啊，我只是懒得回。”我说：“哇，干，你不能这样子哦，把你按在地上打哦。”来，你们该不会是在看直播的时候送我火吧？啊，送我爱心吧？啊，蚊子，你看这个是蚊子。
来，我们现在一一看一下那些人长怎样。看这个头叫正太头，其实很多人也喜欢这个头。好可惜错过那时候文章，我之后会再 po 一个文章啦，就是可能就是跟其他说什么拉黑我之类的，类似那种文章，你再留意一下。那这个是肚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遇到他。还有一个人。啊，边缘人嘛，你们也认识他，就聊天室也会有出现的。边缘人长这样，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审核大家的打扮，然后这个是欧弟，也是兔崽子，有没有很可爱？这叫做爆炸，这爆炸头。欸，米娅还在吗？米娅，你应该会很喜欢林克吧？我变高好了，你看就这个变高，然后可是变高还好，就是要变黑才帅，有没有？变黑，然后去换个衣服，看就是打扮游戏啊。米娅不在了，好扯哦！爱都是假的，但他真的没有，他从来没有动心过。其实这样也很好看啊，你看，樱花头这样子合款，看一下哦。林克这个，其实我真的蛮常住这个发型的啦。我现在头发真的可以绑起来了，欸，后面这个小马尾我绑得起来了，欸。米娅，你看林克帅吗？这是林克，认识一下。这个就是 Switch 的氪金礼包买的。哦，对呢，海胆。等一下哦，然后再来这个是正太头，欸，不，对不起，正太嘞，正太你弟对，欸，啊在这啊，靠腰这个，这就是狗卷头，然后就这个。然后就是在搭这个，好看，假装自己是白妞。好，我去陪你了，小妞，我来了。利恩走，吃海胆。利恩走了，吃海胆。小妞，对啊，所以那阵子就只能这样子。假装自己是白鸟啊，好可悲。有没有？我就说打扮的，然后米娅跟你讲一下哦，你所看到的这些角色，他们的设定就是一颗石头，然后为什么会有生命呢？是因为注入了光。所以你会看到光，那个光域的名称都叫那个，我们都叫光子，就小孩那个儿子的光子。挺好看的，就很好看啊。可是很可惜的就是兔子要拿掉啊。我觉得可惜的点是这个，兔子跟翅膀的头饰只能得一，就觉得很难过。光之逆子，然后那时候就很白痴，是那个谁，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先祖，就是换这些衣服头饰都会一个叫先，都有一个先祖可以跟他买，然后可能有些先祖会怕什么东西，就有一些玩家会把那个东西拿到了先祖面前，然后就说逆子啊逆子这样，这游戏类型我是我喜欢的类型，
那你要不要玩？你要玩的话，我可以稍微带你跑。但是真的要跑的话，可能你的观众里面会有跑，会有很强的啦。等你啊，如果你之后有想要玩的话啊，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叫小妞的发型的话，你要在11号以前赶快来玩，因为这个是复刻，这是去年的发型，然后是上个月复刻回来。拿伞的怕桌子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大堆人不是拿桌子在包围那个先祖吗？哎，边缘人安安，你看边缘人出现了，错过要等一年。当时就是在想那个啊，会不会复刻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。然后这位是紫鹤，对，就是紫鹤。我觉得这游，当时我会喜欢这游戏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披风各式各样，我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。感谢大家回答。优化问了什么？哦，下个季节11月4号，还是4月11号？没有，11月4号，太久了吧？那这中途要干什么？对啊，下个季节我是跟别人要季卡、季票。我上次送给雨林吧，他好像也不常上线，所以那季票感觉都没有用。直接打反，就像几分之几啊，白销太香哦，到时候就会看到一大堆什么第一天白销跟毕业后满地都是白销，白销多的跟路边的野狗一样多，到时候再凑够看有没有人。对，有啦，一定有啦，或是你在兔窝群组先找啊，你懂吗？你看哦，兔窝现在算起来也有10个以上在玩啊。看一下，小妞、利恩、欧弟，然后秦夕，还有谁？干，还有谁？就那时候随随便便一大堆在那边聊，还有你5个。这次我要认真玩，真的假的？想回来玩哦。所以这次表演季的互动成本比较高啊，不像之前的季节。之前季节，而且那些毕业的东西真的，老实讲没有到吸引我啦。可是有囤积症的我又很想要收集。哦，对对，边缘人蚊子7个，你看这样就可以有两组人马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问问看小妞啦。小妞她，欸，小妞那边的我要吃一下，感谢。我要吃那边的啦，那边的没吃到啦。哦，有了，感谢。你要把我 Switch 挖出来了，他手机也可以玩啊。只是手机真的会很烫哦。我那时候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玩到有点时光屋，不小心玩了4-5个小时以上，有手机有够烫。好，陈夜拜拜，你穿不过去了，满了。啊，对，还有嘉轩，好8个了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竹子显显9个，你看这样就有3组机票了。我觉得有 Switch 应该比较好控，没有，我觉得我自己玩，我觉得 Switch 比较难控。
我自己觉得啦。好图都画质全关，我没办法，我其实很享受这画质。等一下哦，画质，我就只能30帧跟60帧在跳啊。高解析度30帧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好像变差了哎、欸。预设画质，所以那时候在跟优花跑图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已经过场好了，大概他5秒后才到，因为他都说我的手机很强呢，这样子。要收米娅来，我要一直这样对他。哇哇你以前开最低没办法，你那时候手机也没办法开最高啊，卡爆。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人做示范，你们看到最后3个点点是比较小颗，上面2颗是有外框的，表示就是说这个人有多少5+2，所以他有7个翅膀，这个意思。你看，那这个嘞，这个是5+4，等于他有9个翅膀，最下面是暗的嘛，对不对？表示说这个这样加起来他有9个翅膀，这个意思。配什么？我说我要对你使用飞吻啊！这边有个飞吻的图，你看飞吻。哇！哦，怎么卡卡卡卡卡卡卡？哇，开了一个小时的光遇了，哎，天哪、啊，干嘛？你现在就是想朝11亿迈进啊？没办法，现在这世界，哎、欸，是不是下一季开始就有人可以到12亿了、啊？木木安安。救命有那么快？有啊，现在最高好像192，哇，看一下我差了多少。不行哦，最高191哦，好吧，好吧。还没看到有12亿的，现在还没有啊，我知道现在还没有啊。看到的请赶快离开，很危险。12应该还要再3个季多吧？哦，好吧，我不知道嘛，因为那时候在看到社群上面有人说，怎么好像快可以12亿了，因为他是最古老的玩家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有在玩。他那时候他说他 PO 的文是这样，我白蜡好多，赶快领，赶快藏起来，快藏起来，没了，没白蜡了。不过之前倒是在国服遇到外挂。
就是很怕外挂啊。我现在还没遇过啦，可是身边好多人都在那个哪里云野的那个入口处遇到很多外挂。好，再两分钟，这边的海胆就没有喽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发型目前是最适合米，最像米娅的，也不是说最像米娅的。所以你真的要氪金的话，要赶在11号之前，因为这个双马尾是我看起来比较顺畅的啦，但它有点低，不是高的。然后还有搭这个啊，也可以哦。我想说这个好像我记得是用蜡烛换的吧，蜡烛跟心换的。如果蜡烛不够，它应该可以氪金；心不够的话，就有点完蛋了，可能要加一大堆观众好友，然后求观众抖内你一颗爱心这样。12亿要200金的，来一下，好啊。我上次诺英还问我说这什么游戏，我说石头在跑步的游戏，哦，会飞的石头在跑步。他说什么烂游戏啊。做之前的季节任务可以买星，可是就只能一次啊，三颗换一个嘛，三蜡换一颗星啊。那、要直接加观众好友，然后让观众给一颗爱心，不是更快吗？他聊天是多少人，对不对？要16个观众，也不用那么急啊，两天就好啦。季节任务如果是当季就当免费的，蛮赞的。对啊，等一下没季节了、啊。好了，结束了，15分了。等一下哦，跟各位说拜拜。挥手，大家拜拜。然后有一个双马尾，我也是常驻的发型啊，米娅，这个你应该也会喜欢，你看哦。干，怎么又是白天啊？等一下、喔，好，太阳下山了。这个发型是我不是零克头，就是这个头在常驻。一颗。这颗双马尾，但是这个还是要搭配矮人面具啦，这样才可爱。你们借过啦，你们借过啦。干利恩，就是这样，要搭配这个才比较好看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小啾啾的，也很好看。我就是这两个一直在挑，小啾啾也很好看。嗨，一凡，看，可爱吧？然后米娅这个面具是可以随时变来的，因为这个不是我原本身高，我原本身高是这么高。是这个面具叫做矮人面具，可以让你身高变矮。
阿努，对不对？他很快，他就是元老啊，他大佬哎、欸。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印象他不是这么矮的，发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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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被凶过啊啊，没被凶过。我觉得矮，反正矮的面具搭什么都好看啊。你看，搭这个也好看，搭这个也好。不是，我找一下哦，这个啦。嗯，这边就是兔窝集散地，可能他们彼此看不到啦，但是对，都是好友。那个也是 ，Hello。那要二十颗星，还好啦。这矮人面具很棒哎、欸，这是半爱啊，米娅应该知道吧？半爱串到了 ，Hello。想过来玩了，你得过来吗？有遁地不香吗？不会遁地不香吗？我换回来好了，等一下啊，这是鸟鸟。我嘞。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还是马尾啦，马尾好看，这款都跑过来了。哎哎，冰冰嘞，这个冰冰不是很逊的那个冰冰，这个冰冰也是兔窝的哦。那十个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十个，第十个出现了冰冰，他是万年 Switch 用户。对，他连跑暴风圈也跑暴风也是用 Switch， 有够扯。哎、欸，干这怎么叠？我不会叠。假、喔。这个 Switch 要怎么叠啊？这样不是啊，如果需要怎么拉啊？要被骗？对啊，你们兔窝有 DC 群，就真的彼此加好友啦。NS 遁地蛮简单的，你是说像，不是不是，怎么用啊？不是。可以啦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这样子哦、喔。哦，靠腰，我成功了哎、欸！我可以加吗？我在 DC 群里，可以啊。我想说，没看到你有头像，干。我怎么成功的啊？
而且这个平地竟然可以盾，我最近失业，所以潜水，抱歉，不要这样讲啊。没事，按跳对不对？你还是个萌新，没事。要怎么盾啊？我忘记了。绝业，要胁迫按上盾。不是，我刚刚在这边蹲下去的哎、欸。要换站姿？没有，其实站姿不用换啊。那其实，哎、欸，那请问我刚刚没换站姿，我怎么蹲的？顶替比较好蹲，我知道，可是有些不用换啊。嘛，我换了。这个没有啊，刚刚只是听到说从 Switch 比较好盾啊，从一下就成功了。有了，冰冰会遁地吗？冰冰就是拉满，然后松开，可是，哎，耶！我可以去烧蜡烛了。干，我之后就不需要靠人了，可恶！妈，每次解那些要两个人拉的任务都进不去。好了，今天光遇就介绍到这边。之后啦，如果又忘记跑图还怎样的，开个光遇跟大家聊天也可以。干，傻眼欸！啊，这是狐狸。你看，狐狸耶、欸！定格四人门那边有办法进去，我知道、啊。你是说二楼的还是一楼的？像那种地方，我都叫人家带我去的，很可爱。可是这个现在买不到了，这个是之前小王子记的所有东西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当时小王子记就只有一只那个梦幻、玄幻，二楼的哦，要跑火试炼吗？你要带我飞了吗？你看，还说他不是大佬，蓝色的伞呢、欸，蓝色的伞呢、欸。一二楼都有办法盾，有啊。那个谁，有个叫做古九的，他就是从一楼盾到二楼去的啊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没有白鸟头啊？我其实当时以为很期待可以看到你的白鸟头、欸，哎。怎样？那个谁？边缘人，你在火试炼了吗？你刚好退坑一阵子了，哇，亏。伞可以刷，你是说那个哦、喔，台币哦、喔，3000多块那个吗？二楼门在第二个台阶，放坐垫也能遁地。哦。好，那我去跑一下火，我去蹭个火啊！你们要乖哦。
好啦，解散，原地解散，原地解散喽！听到没有，你们？我地头上，边缘的，边缘的。我去学变家人，当时那群小会师他们就黑糖嘛，然后黑糖啊冰沙鸽子那些会师，他们就是一伙人那边研究遁地啊跑图的地方，所以他们那时候玩得超久的，只是到上个季节之后，他们就比较少在玩这款游戏。小兵安安，看来火试炼怎么过，还是要两个人啦。然后只是他过火试炼的方法有点吓到我了，不用背背，他跳几下就过了哎。我不知道你在直播哦，我以为你有看到欸。我刚才说欸，这位是Switch用户哦。哦，这边就好顺哦，我的天啊，果然没人的地方比较顺欸。等一下，我要掏出我的大棒棒。好像不行欸，不能掏。我看这边好顺哦，这画质这才对嘛。你看他这样蹭上来，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到这里了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等一下啦，对啊，你看他这样跳上来了欸，完全不需要什么背背欸，我想说哇你好扯哦。我就一整个哇你好扯哦，嗨西安安，好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怎么是每次在火试炼蹭出来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那时候跟其他人在跑图的过程，每个几乎都是在那个啥，都一定要用杯杯嘛，还是用那些在跑的，就没有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欸，我还没解锁杯杯，要解锁吗？他说不用，牵手就好了。那我就想说，牵手你不要后悔哦，因为我跑一跑他已经跑完了，说欸，叫，因为切换画面那个手会断掉，他说教主那个断了，我说啊，欸，已经到下一张了，哦，我就这样子。此时的某位逆子自信的打开了光遇。哎呦，啊，如果你们想再看的话，如果他还有上线的话，我再请他再带我一次，或是你去看记录档，去看我的 VOD。
们还在吗？哎、欸，还在，还有一些在。嗨，逆子们，这些哦，对，这些，嗨，逆子，这个也是很会跑图的欧弟。你也想要人交火，快速试炼通关？搞爆米娅会喜欢这个发型、欸、你会喜欢卡卡吗？卡卡西，这个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些发型啊？右边这些发型的左上角有一些特别的图案，这个叫做毕业发型，是你有看到对面有六扇门？哎、欸，对，六扇，对面有六扇门，除了最左边以外，然后第二道。那个第二门到蓝色的门，总共有五张地图，然后每个地图都有它的先祖，然后就是一张地图所有任务，比如说啊，应该讲好了，那张地图的那个 NPC 好感度刷满了之后，可以用东西跟他换毕业发型。比我绕道速度还快，就超快的啊。完全不需要背背什么之类的，像这个就是叫做卡卡的发型啊。为什么叫卡卡？因为原本是说卡卡西啊，我讲卡卡西又不太好，所以之后他们说改名叫卡卡。那这个小兵也是就是林克常驻发型。你也是看影片学的哦？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是你自己摸的，哎，看你好扯。然后这个是女生人气发型，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、你们女生都很喜欢平菇发型，是不是？跟龙骨，因为龙骨，因为下面这三个吧，卡卡、平菇跟龙骨都是女生喜欢用的发型。啊，来敲竹竹，然后。我还是喜欢把自己包得死死的啦，本人也是，好吗？见面只要露出眼睛就好了，不需要露什么太多东西，对不对？米娅，这样子最那么有让人家幻想的余地，最棒。我最近喜欢樱花发型，怎么最近樱花？哎，樱花发型真的是人气发型哎、欸，别说那个常驻了，我觉得也很喜欢啊。先换个琴，之后挂网用。好，就这样子。这大概就是我最常驻的配备吧。看一下哦，换个衣服。OK， 酷哦的都不会加在 DC 上的人杰，什么意思？粉丝在线尬聊，没关系，你看他们彼此都没有好友，都只能这样子聊，我就可以有没有跟 GN 一样看他们在聊啊？讲一下哦，这游戏就是你的好友，比如说我解救一下你的好友，这个要解锁，因为看到像这个东西。解锁左边这个，你有看到右下角有个很像蜡烛的图，跟我左上角那个很像。对，解锁那个机长就要花四颗蜡烛，然后这个是送爱心要花三个嘛，就以此类推，往上一直往上解，往上解，往上解。然后当要解到这个，哎、欸，是哪一个？对，很上面哦，这个要花很多很多蜡烛才能解锁到这个，这个就是开启。对方不用坐椅子也可以跟你聊天，就是游戏很特别，是你要跟人家聊天的话，你要坐桌子椅子才能看到对方打什么，不然平时你都只能看到头上是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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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所以
快速可以看到好友打字的方法就是传那个邀请连结的东西。接受。为什么不能接受？我卡了欸，不行。可以，你已经加我了、啊。但你是猎特哦，所以就是你哦。完了，出问题了，小兵出问题了。我以为猎特是那个嘞，那谁 ，Lucy 欸 ，Lucy 也叫猎特啊。完蛋了。卡了，那我按取消拒绝吗？不是，我说我以为猎特是 Lucy， 然后 Lucy 怎么会对光遇有兴趣？然后所以刚刚的情况是他们在桌子聊天，可是并有时候可能并不知道隔壁桌在聊什么，因为没有好友啊，我都有他们好友，就可以透过类似。包厢吧台，看到他们在聊天，你移除不了了，只能这样子。好，串回来了。然后这个情况叫串线，比如说原本一开始后面都没有人，但是可能你挂网挂一挂，比如说他们这边只有七个人，阿威一个人在这张地图。可能伺服器就会节省资源，把一个人去挪到就是缺补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称为串线。看一下哦、喔，所以我删掉，好了，哎、欸，结束了。我记得桌子能看到别人陌生桌子的对话，啊，可以哦、喔、哦。原来如此，可以哦，换一下哦。哎，我再测试一下，我想要让我放这个桌子好了。这哎，小兵，东西要怎么让它可以跟手机版一样拖移呀、啊？你看我放一下就出来了，哎，它没办法。这个是万圣节的桌椅啊，可是这个要蜡烛哎，那算了。不会坐椅子一直跳起来，没办法、啊，新手嘛。你点选椅子，然后往空地那边拉过去就可以了。Switch 呢？是哦，我试试看哦。谁回来了？爱子喝。触控可以靠腰、哦，不是要触，不能触控啦，我触控画面就没了，那所以没办法喽。然后你说什么点选？没有啊，我没得点啊，不行啊。一定要戳画面吧？对啊，没办法。那这个是去年的东西，就是喝茶。然后这个是今年卖的，这个是喝茶，还有你看中间那个黄色馒头可以吃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人是，你看喝茶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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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。喝茶，我记得可以配这个吧。这个，哎，我怎么吃？我吃不到哎、欸。哎呦呦呦呦，这个，然后配这个，你看，手上有这个。
在这一桌吃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桌怎么不能吃？这桌做不了。哎、欸，这桌坏了啊！看，拿杯子出来丢。那桌是我们，都坐不下去哎、欸。哇，没想到开光遇居然比魔物猎人还要多人看。好啦，其实大概就这样，每天的行程就是跑图，对，就是收集刚刚左上角那些蜡烛。蜡烛能做什么事情？就是可以跟好友解锁，就像这个，你看我跟小兵其实什么都没有解锁，我们就只有牵手，我们不能击掌，不能送爱心，然后什么都不行做，所以就是要一直解锁上去。你看，他解锁击掌是要一个蜡烛，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多了，就是可以击掌，像这个画面，就是多了击掌动作。他、啊、怎么跑这边来？干嘛？干什么？欸、小兵，你带我去那个 Switch 的点好不好？我都没有去过哎、欸，在木土对不对？就是，有一个地点是跟 Switch 联动之后才开启的。你看一个正电拍拍跟负电拍拍。欸，我跟小兵先去地方玩了，还是你们要来？等，听，你们要不要走？木土大厅旁边，左边进去，右转水管那边很好玩。你们请彼此牵着彼此的手，有吗？有人有小兵的手吗？记得牵哦。来，谁有小妞的手可以牵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有谁可以跟我背背？欧弟好像可以啊，蚊子好像可以吧？蚊子要不要背？可是蚊子你有哦，蚊子有。嗨，红月，红月也是光遇的骨灰玩家，你慢慢走。那边会喷溢哦，不是，我只是想去那边看。走吧。走了吗？走。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原来这边有路哦。哦，原来是在这哦。然后嘞，有个水管跳下去，是不是？
不是它可以放大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像老师带一群小朋友，当时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这边可以切四角。哦，哇，好扯哦！对，我那时候就看到很多人有贴这个东西，但是我想说，这到底在哪里？我怎么不知道在哪里？你看，很棒哎！我那时候就是想来这边，可是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来。先离开了，好，拜拜。啊，这撞了有声音吗？蹦小心红丝很痛，我还想说，这个该不会就是你叫我小心的东西吧？有人会在这边卡无意，哦，嗨，绿茶牛奶，你该不会是看到我在玩吧？感觉可以耶，如果之后忘记跑图的话，我就开光翼哎，不光翼啦，我就开光翼啦啊！哦，这里好棒哦，又来这边挂网好了。林克里帮马里奥彩蛋是 ，yes， 让。小心上面不要掉进水管，水管跟门都能传送，下面右下角水管超棒。你是说这些水管是直接去进去门是不是？这是直接进门嘛？然后就右下角水管这边是传送的。这边是只有有钱人才能来。好友正在进行试炼啊，那个咧，小王子地图的，如果好友传的话也一样啊，可以进木图的比较快能回来。哦，等一下有人敲我，谁呀？不是怎么有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在猎龙集会区里面，你在猎龙哦。
办公室也是钱，对啊，就是办公室王子记跟这个贵啊贵啊贵啊。教主安安，刚睡醒 ，Hello Hello， 哎、欸，准备要换游戏了哦，我想练一下龙，练一下龙，我们练一下龙。好啦，那个感谢之后看，可能明天也有可能啊，我搞不好等一下练完龙之后又再玩龙。对啊，哎呦靠腰。好啦，如果待会想要留下来继续看龙都可以来看龙。那要休息的可以休息咯。对，这就是光遇，蛮好玩的啦。如果有想要认识朋友或是我在想欸，因为有些没有在 DC 群嘛，可是我 FB 前阵子就是因为很多不是好友的又不能留言，他最近可以啦。对啊，好想加大家。其实不知道欸，就可能我要开放，这可能一个 po 文嘛，然后 po 文就是底下让你们自己彼此加彼此。对啊，因为晨晨也是最近才有出现的啊，我都有在看啊。好啦，那准备换游戏咯，我先去问一下隔壁有没有位置。没位置我自己打，有位置吗？没有我自己打，我先去尿尿。干，这边真的好亮哦！哎咻，哎咻，这边可以变黑吗？这边有办法变黑吗？没有办法，这边没办法变黑，这边就是这么亮。哎，我记得可以吧？不行哦，这么烂哦，要试试看。那个，这样，我再去一个氪金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只有花了990才能进来的地方。我去里面吃个蜡烛就走。有看到这个扳手披风？啾啾啾！这假的哦，白痴哦！挂网下车扫墓去。好，欧元爸爸，拜拜。江湖狸，你要去是不是？牵手啊！几千哦，太空站吸引人。今天几号啊？今天没有。7421，哎，忘记了七。你多少啊？忘记了。你要吃饭了。那所以我问说有没有人啊？来哦，边缘人是几千哦。看这个扳手，哎、欸，不是扳手，哎、欸，它 是变了啊！我总记得以前图案是扳手啊。办公室什么时候晚上？它有个固定一个月会有四次，我记得是7/13/20/28吧，还是7/14/20/28？我忘记了，反正七一定是一个七，一定是有，然后再来就是 ，DN 可以顺吗？顺得过来吗？啊，你是顺不过来，你原来哦。过不来吗？怎样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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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喽！可以牵谁？牵一个。
对吧、啊？被敲了。那买这个披风的好处是这边都免费的啦。然后那个谁，哎，半爱谁跟我讲说常住的没了啊？谁跟我说半爱是常住的？好了，没了，这边就这样子。可以去厕所玩龙，我玩过啦。我不要，那个龙曾经撞掉我的翅膀，我不想玩了。好了，我换猎龙喽，感谢各位，那明天再来玩吧。半爱是现实的，干。有人跟我说是常驻的，完了，米娅买不到了，下次复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发型在哪买？你刻了、喔，来你按一下那个加的选项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商店，你这边看一下。啊，你的那个 Switch 应该不用设定的啦。如果你有刻过金或什么的话。好了，感谢各位。你现在用手机玩哦，那就是点右上角。你点右上角会有那个，会有个商那个商城，就点下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是说林克发型吗？林克发型要 Switch 才行哦。然后，如果你说樱花发型的话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新手任务过到哪边啊？啊！我会跟你通话吗？啊，双马尾的那个你要，你现在应该现阶段买不了，因为你的货币不够。你看一下那个聊天室打的，你可能要完成后面的地图才行。你现在还在很前期，然后你现在到11号还有6天，一定来得及。哭了？不会啦，好好玩，我陪你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优化敲了我一下，结果我画面当掉了。为了玩光遇而不开台的女人，你可以开台玩光遇。看你有没有那个截取的程式，我是没有啦，所以那你要偷偷入坑哇。那西罗亚，你可以在你的聊天台放一些你的连结了，那边有加好友的连结。什么？你刚刚贴那个连结，结果我要点开的时候画面卡住。限定斗篷洗虾米，就是时间过了就没有了。然后限定两个字，就是时间过了就没了，除非等它复刻。就像这一次的那个樱花头跟那个披风都是线上游玩搜索。樱花马尾太吸引人。哇，那这个其实你们前置作业要做的有点久、喔，因为那个它有点需要浓，也不是也不会太浓啦，就是干，好像讲都一样哎、欸，靠。我讲一下，就是
你们看到的那个樱花，它需要20个爱心。那爱心怎么来？爱心是要用正常手段啊，是三个蜡烛可以换一个爱心，但是是别人送你，懂吗？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所谓的互心，就是互相送爱心。你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，就说，或是问他说，可以互心吗？这样子，就是你给他，他给你，或是你可以找，就是已经没对蜡烛已经没什么留恋的人，就他可能可以送你爱心这样。你没存蜡的习惯，我就是有啊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多啊。然后虽然说真的后面蜡烛没什么，可是就觉得说囤起来会有那种成就感。先离开了，拜拜。好，红月拜拜。翅膀要70个蜡烛，70蜡烛还好，蜡烛买得到，爱心买不到，对吧？这样讲可以吧？爱心是要换来的啊。如果爱心买得到的话，其实很多人就可以不用跑图了啊。只要复刻时间到，去买一下那个商城的东西就好了。那到时候再跟你们说，就是右上角可以传送 QR code 嘛，然后可能就是，等下，西亚跟米亚的那个啥，DC 群应该是公开的吧？如果是公开的话，那个其实你们可以把那个 QR code 贴在你们 DC 群。然后贴出来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加好友了。加好友是自己取名哦。对，就是你 QR code 给了之后，那个人加了之后，你就要换新的 QR code。所以他比较麻烦是这一点，因为他实名制的，这个是实名制游戏。对啊，你们还 OK 啦，因为毕竟你们 DC 群是公开的，不像我这边，我 DC 群是严格把关。可是如果西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可以，也可以直接拉西亚进 DC 群啊，毕竟你都认识了。一个 QR 只能一次要一直贴，对，所以要么就是西亚或是米亚一直不断的贴给观众，那或是你们自己去加观众这样子，加观众比较快啦，不然你一个一个贴，你只要 QR code 扫过去，然后取个名字就好了，懂吗？加好友互心，我这边可能目前没办法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们互加啦，所以很抱歉。对啊，我这边比较机车，但是就是比较不会有人来乱，有好有坏啦。说到连接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后来有人教我去搜寻了，知道怎么给连接，就是中间要加一些表情符号啊。这游戏会挡网址，超好笑的。这游戏会挡那种类似，就是只要是网址，它都会挡。
我不会打架啊。哦，然后对这个游戏有时候会堆一些字，会红字。像有些人打屁股会被红字，但有些人打屁股却不会被红字，很奇怪。这是游戏奇怪的点。你不会超龙撞墙，尴尬，可以学啊。那个你去春刃那边，春刃有个任务，那个春刃有个什么教学任务，里面有那个超龙。你是用手把还是键盘？打干不会，对啊，欸，哪有，我打干也会红字好不好？啊，我那时候还说什么你爱我吗也被红字，然后才发现说是那个你爱这两个字就会被红字，爱我就不会，太好笑了。我那时候还是说啊，没爱了，没爱了，那你爱我吗？就被红字了。这是一款很奇怪的游戏。原来你爱是红字，对啊。红之尼亚，你就是先跑嘛，他会跟你讲说下一步要怎，也不是说下一步要怎么走，反正你就是长按一颗键，他会大叫嘛，大叫就会指引你方向往哪边走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跟我说，我稍微带你跑一下。因为就是有些什么路口处，你要完成跟几个 NPC 的互动之后才能进去。啊，然后有些门是需要两个人以上才能进去，突然闻到鼻血的味道，靠腰。真是可靠啊，呱。跟着光走，对。然后我讲真的，其实现在光遇真的是需要一个人来带着跑，你自己一个人跑很快就会没有动力玩下去。我当时被带着跑的时候，我就是那个啊，那个宫崎骏那个企鹅有没有？那个鸭子就是哇哇哇，去哪边都是哇，这里是哪里哇，这样子，就是当个哇哇怪。对啊，所以奥弟赶快去他们的群组加他们好友。对啊，这就是啊，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，哇，这边怎么会有海，哇，这边怎么会有云，哇，石头会飞耶。我觉得玩游戏没人一起玩真的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啦，所以不只是魔物啊，就是很多游戏可以的话，我都还是会希望说有人一起玩，不然游戏寿命真的很快就没有了。对啊，就是你图跑完了，但也腻了。
就是没有动力再走下去，还是怎样的？哇哇怪，你好奇宝宝？哎，干，第一次玩，你难道不会好奇吗？这里是哪里？哇，这里哇！我那时候 FB 上也有啊，就是第一次跑图的初体验就是，哇！哦，有人要吃饭了是不是？拜拜拜拜拜拜！刚怎么是霞龙？等一下，那我要换装备。对啊，如果米娅那个晚点，如果我这边大概三点结束啦，三点后我去陪你，或是你想要开台然后聊天，然后你或是西亚也可以，就是你们这两个好不好？这两个人如果开台，干，等一下我没吃饭。晚点再看看，我等等先开台打个艾尔登，好啊。我等一下再去问你怎样，或是西亚也可以啊。任务正在准备开始任务哦，你们先出发了。可以加繁星好友吗？什么好友 ？Switch、光遇还是魔物猎人？光遇可以啦，其他就不行了。FB 是粉专吗？什么 FB？ 你说加会员之后的 FB 吗？对，是粉专啊。还是你是说刚刚的 po 文 ？po 文的话是那个啦，个人 FB。我先下载游戏，没想到来的这么快，没想到来的这么快，来什么？爱情吗？光遇哦，可以啦，但最近好不好？最近再留意一下，等那个吧，魔法季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再 po 一次文，不是魔法表演季的时候再 po 一次文，再去看我自己 FB。因为其实我现在好友满了，也不是满了，就是，现在会很多情况是。别人，我现在好友100个，但是只会显示到80个，这样意思。其实另外20个也有上限，只是我可能看不到。你也想加？好啊，不然到时候一样嘛。我有直播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可能我在直播上说，现在那个我的 FB 上有贴文哦，那个可以赶快去先去留言。然后有留言我就加你们好友这样子。泡腰怎么喝水？往外喷！
被河童蛙扇猫。欸，河童蛙其实很痛欸，不要看它笨笨的、胖胖的，很痛欸。我试练改掉超好多东西变超人，一个人带桌子乐器啊，好，那你们继续聊啊，但是不要聊到起争执哦，好吗？可以互相去互相的聊，但不要起到争执哦。干，怎么打不到？干，有。我挡。那我看还是采集好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没有真的这么难啦。我觉得这有这一代很，这一代简单很多了啦。这一代有狗狗有猫咪，你带出去其实很好很好。哎，你是拿什么武器啊，狼月？你是不是拿到很帅很帅的太刀啊？我觉得世界简单欸，哪有啊，这代简单太多了好不好？好啦，可能个人体感不一样，可是我觉得这一代真的很简单，因为这一代有每个武器都有隔挡招，无敌招。目前用之前都没有过片手剑，那来，我教你哦、喔。你现在有没有这一招？就是，降虫衣这样子。哎，对，我问你，你是我刚没看到，你是键盘还是滑鼠？你打不过青熊兽，为什么？你看，你有没有这一招？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可以玩的。就是降虫衣跳上去，然后飞起来打下去。键盘，那你找一下 ，Ctrl 吧 ，Ctrl 加不知道哪颗键，就是这样下去打下来。这一招机动性很高，可是打大魔物比较好啦。小魔物的话，还是晚点教你，晚点去。芈月群教你玩，就我开到三点嘛，三点后我去芈月群找你。有弹打不中，我没事啦。
这代可是被说成最适合新手的魔物猎人。你们这样讲，他挫折感会很大，不许这样说。没事。合同我打算先放置，先找狗龙们玩。哼，你是拿什么啊？哎、欸，等，你有没有去领那个黑袋装出来？就是那个邮箱猫猫，他会送你那个黑袋装，你要全部领出来，然后你穿黑袋装打打看。我在想你是不是没有穿那个装备？你不要跟我讲说，结果你是穿那个装备被打哦。没有去穿啦，你现在都是没穿装备，难怪会痛。又不像之前跟杰克在打，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穿一开始新手的装，打的是很就是有在脱荒的感觉，而穿那个送的装备之后，就整个是碾到上位装才换位置，然后换装备。今天鬼抓人，报名。巧板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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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世界的防御装一样吗？对，世界防卫者。又按错，去拿午餐，更换到準備完了。我记得还有领取油猫的特点，对啊，就一次领一领啊。等下我去尿尿，可以开始。哎咻，好了，回来了，看一下哦，打了什么？对啊，哦对，那个神秘亚还在吗？如果你玩了光遇的话，你可能有机会可以跟那个谁辉明一起玩，因为辉明有玩光遇啊。
哇，他现在还忙我不知道啊。当时他也很爱玩光遇。就算他没玩了，你至少也会跟他有共同的话题。带星光三月，边走边看直播，可以好好专心吗？欸，为什么我昨天在那边放那个食人鱼没有用啊？都没中啊，可恶！晕啊！去哪？去哪？靠边啊！哇、哦！去买肯德基，好。这人太自私了吧！可恶！一起玩，跑掉了。
还是狼月想玩这一把，好玩哦。但我相信笨重武器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玩的、啊，像哈基就不会喜欢玩。龙光一只就好难打，不会啦，这样才有挑战性啊！把每只都那么好打，乐趣一下就没了、欸。啊，怎么又是猪？你们这群猪够了哦、喔！你比较会用大剑，那就好啊。欢迎安安，你们是要打死还是要抓？先跟我说一下，我们 talk 一下吧。我看苗头不对，我马上跑回家。你可以带着小熊娃娃锤子打，我想要啊，可是我就是缺那个谁，那啥啥啥啥啥，嗯。抓、啊、那个啥，我缺一个那个精灵鹿的皮，就晚点要去打。爹爹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我敲啊，没敲到，白痴！我再示范一次。回来！移動したね。精灵鹿好像在岩右上方，有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大色的右上方。干嘛？是要给我吗？我不要。上，你们上。我打了就爆了。看，哎呀呀，你看，我要泡泡，我要泡泡，我要泡泡，没了。来看哦，剑切锤。再来，没了。只知道水墨林位置六区跟最重要而已，其他不确定。不是啊，那也不一定会有啊。我吹，没有。我吹，嘿嘿，这么白痴哎、欸。
嘿，嘿，我在锤，我在锤，我在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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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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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锤，我锤，锤，锤，累啊、哦！看着我自己多累了。喝个水好了，喝水。锤啦锤！飞米小胸口，走！哎、欸，昨天啊，泡芙他同事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事啊，说如果在某17平台直播的话，他会抖爆我。可是我在 YT 平台怎么就不抖爆我？就像人家讲了一句话啊，要不是没有降落伞，不然我就在现在吃饭降那个跳伞给你们看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降落伞的话，或是有高空弹跳，我就跳给你们看啊！可是没有啊，可惜了。说我在开台，对吧、啊？而且现在只有我的声音哦。啊！吹呀吹，觉得太慢碰大锤吗？看一下啊。哦，全家到齐。为什么我的斩裂果实变15颗啊？
谈判术啊。不是原本之前是45，怎么变15啊？你们知道原因吗？对啊。啊，还是我要用这个啊。我应该改这个对不对？让交涉能在短时间内更多道具。哦。啊，我虽然用超冲冲啊。啊。稀有素材的取得是哦，难怪哦，懂了懂了。取引開始といこう。取引成立さらば。哇，钢头。会欧素，泡芙现在好像在吗？我不知道通知他妹妹，没事啦，也不知道他订阅我这么没来看呢、啊。那今天就播到三点哦，我三点后去找一下狼月。哎、欸，西亚，还有米娅，如果光遇不熟或不懂的，你们低吸我、哦，我想办法第一时间就是帮你们解决。或米娅，你可以来那个啊，那个兔窝的 General 来问。那个连接给他，我还是我自己跟他说的嘞。米娅开台了哦，好吧，记得吃东西哦。好，那早餐吃了快三人份的早餐、欸，超饱。因为我姐那个认识的早餐店，只要看到他，你看，比如说只是买个什么蘑菇铁板面好了，一个蘑菇铁板面，结果送了小热狗啊，两个三明治啊，两杯饮料这样子，用送的哦。打完这次差不多了。那谁，狼月，等一下音乐群，哎、欸，是音乐群，好啊，等一下我去音乐群找你。看你哪边不熟，我再来教你打。然后晚点你就可以来兔窝群。对，兔窝群都有一些神经病啊，有分两个神经病的，一个神经病在玩日麻，另外一批神经病可能就在玩那个潜水艇，对吧？最近他们也是真的是那个啊，那个啥，潜水艇中的很严重的毒，所以魔不算嘛，魔物才几个而已，魔物又不像日嘛，但也是最多四个人，可是玩的人不多啊。你们那边也有。你们那边现在多少人在打日麻？虽然还是觉得很可惜啊，但是也不能强迫别人。我觉得哈基没打日麻真的很可惜。
毕竟人家只喜欢台马嘛，他也不能去逼别人去玩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啊。这样你跟强奸别人有什么差别？对不对？你就是在强迫别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。也太薄，对吧？六格哦，好。啊，如果你们隔壁，隔壁是常住都有人在打吗？那如果想要同伴的话，这边很快就会找到人了。有，如果有缺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玩。没有要抢人啦，只是怕如果隔壁像解任务或是收养找不到人。啊，这边蛮多神经病可以找的。我们这边是精神病院，大多都晚上嘛。哦，好，那两边都一样，没事没事。下巴，嘿嘿，这就是我想看的。然后那一群神经病啊。就是会到处第一台，然后可能今天哦，发现谁谁谁在打日麻，然后就一群人出征过去，好好笑的。我也是想说，突然看到退去有一个实况组在开日麻，也好，点进去看一下。啊，总都是熟悉的面孔，你们都在干嘛？欺负人哦？我空中打死一只蚊子了。这神经病会传染吗？不会啊。这个是要靠天分的，这传染不了，对吧？狼月日麻这种东西，是99%的节目效果，1%的走心。哎，讲反了。99%的走心，1%的节目效果。OBO 一路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咬他，打架打架，磨刀打架。
我就会打人欸，对不对？好看好看 ，perfect。飞高高，我都没有想到出征的人只有跟米娅跟土司喵的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有谁啊？不止啊，还有娇儿啊，还是谁？诺英啊。这只龙好可怜，我是觉得只要那只紫色的猫出现，鹿龙都很可怜。公主装备是不是要升了啊？嘿。他先打完就跑了。你都被松鼠打烂了，不是？到底为什么？他就只是混一色跟清一色的人呢？他凭什么？对不对？他凭什么可以第一位又可以飞人？爆海胆，哎、欸，三点了，没有。通常这时候的海胆我不会烧啦，来不及，太急了，太赶了，不太急了。
最棒的牌吗？我最棒的牌哦，九连宝灯吧。啊，现在闪都没用哦。一包一包一包哦，一包一包一包哦。自摸四暗刻，欸，我那时候是四暗刻单骑泡芙吗？看不懂翻芙没事啦，至少后面就懂了啊，前面懂不懂没关系，就是多玩多看，欸，这一句话也是他们跟我说的，不玩就知道了，不要问，玩就是了，这样子，问就是玩，这样子。敲头，哎呀，没敲到。玄代，你要死了，玄代。好远哦，好远哦，好远，耐力要没，耐力要没了。哦，他好皮，他好皮，他好皮！我敲头，你的九人是火鼠送我的，对啊，我所有说是最棒的啊。九连比四战克还难呢。好了，那个，那我这边等一下先离开，我去教一下那个朗月喽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白天的收看。光遇的话之后，欸，啊，如果像是我前一天没有来不及玩的话，我就是隔天，嗯，开台玩或是私下玩吧，反正。现在就是跑图，就是固定那两张地图。好啦，拜拜啦，感谢感谢，那晚上鬼抓人见喽，要关了，对对对对对，要关了要关了，休息一下，晚上继续开嘛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终于轮到我了吗？两颗。大家晚安，可以去看米娅的台哦。